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主持人先看气象》，气象看主持人先啊。今天不是要讲台风在哪里发生啊，今天讲的是台风的名字啊，因为它是英文的哈。这个翻译成台湾的跟中国的也不一样，到底中国是什么名字呢？我们来看中国的台风名字哈。2024年台风名称第二集中国篇，一号台风艾云尼，二号台风玛丽斯，三号台风格美，四号台风派比安，五号台风玛利亚，六号台风山神，七号台风安比，八号台风悟空，九号台风云雀，十号台风珊珊，十一号台风摩羯，十二号台风利皮，十三号台风贝碧嘉，十四号台风普拉桑，十五号台风苏利，十六号台风西马伦，十七号台风飞燕，十八号台风山陀儿，十九号台风百里加，二十号台风坦美，二十一号台风康妮，二十二号台风银杏，二十三号台风桃枝，24号台风万仪，25号台风天兔，26号台风帕布，27号台风蝴蝶，28号台风圣帕，29号台风穆恩，30号台风丹纳斯。各位朋友，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呢？中国的跟台湾的不一样啊，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，也是不同的国家啦。但是台风发生在菲律宾的也有很多啦，所以还有菲律宾的名字哦。到底这个菲律宾换成什么名字呢？请继续看第三集啊，台风的名字菲律宾篇啊。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台湾无情千心。